哎，认真，哎呦，专注。就不用骑车了。哎呀，贵呀你呀！
跟你联络吗？按那个照相那个地方，按照相，哎，照相那个地方，这个蛮相机的，哎，等一下，看见那里面了，我刚才要等到你打开，就自己来拍，哎，我是说，像这个呢，¡Gracias!
ไปสูสมเลยกับเพื่อนนี่คุยจะไปคุยจะปิดนี่กาวเดินกาวนี่อะไรกับเพื่อนแน่เดินกาวThank you.
刚好看到包子。像吗？那边说有大水沟呢，不能过去呢。你从外面这边出去，那边我要过去。但是你去摸它，它才会叮你。你没有摸它，它不会给你叮下去的。过来一点啊，旁边一点啊。
吃了就越来越冷。他就吓一跳，然后再开心的话就说。小心，我跟你一样第一次爬高丽菜。我几天他们要早点，所以他们隔天早关起来要。那你过来过来，种菜体验。哦，这是种菜，就是我们现场的菜，喜欢哪一颗都可以挖。哦，挖出来然后嘞。这里要挖，点下去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教你点下去，来，关起来。看啊，有，对，这样就不会伤它的根，把它捡起来。然后要种起来。挖出来。你要？你要？那你先看看哥哥他们怎么样。这样，这样挖起来。那不要，不要弄到那个根啊，它根受伤了。挂伤了。好，你如果回家吃菜的时候，你可以先从这边吃。这边有没有？你跟妈妈在吃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割，然后洗洗，然后包肉，然后里面都还会再长，它会一直长哦。好，那我们去补土。我要去。
再回家。高兴啊！你刚才过来，哈哈哈。
Thank you.
姐呢？我跟姐姐拍一张而已。人呢？喂，我要跟你拍一张哦。有没有？买一个桃花瓣。